我开始啊，吼，咱真欢喜，咱两礼拜一届台湾正名制宪建国线上国际研讨会啊，搁要甲大家宣扬台湾建国的理论，吼啊，今即届是第45讲，所以今日是台湾6月13，2022年，吼啊，早上9点，吼啊，咱今日。请到唯一一位的迄个演讲者，这位演讲者叫做江建雄律师 Douglas 哦，啊，不是，是 Douglas Max 哦，大哥是阮大兄。Douglas 呀，伊一向对迄个事件的看法吼，拢有真深入的看法。咱有当时啊，听伊演讲了，才会发觉讲，哦，原来用安尼解说，足侪物仔拢解说会通。所以咱真欢喜有这个机会会当来听伊讲吼，啊，听了大家人会当 comment 5分钟吼，啊，到时我再主持迄个节目。好，我即马就甲时间交予江律师，请你开始。OK，就刚就大兄讲的吼，我这个人一向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吼，啊，可能啊，等下我迄块网牌，大家顶两三工前看到迄块竖起来进程吼，还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啦吼。啊，所以今日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主权在民这个概念吼。我感觉咱台湾独立运动吼，遮侪年来我伫遐看美国，看了非常的伤心吼。有一寡人咧对主权在民的概念无清楚，啊，因用的就是一寡道听途说的吼，电脑顶头看的啦，也一啊啊是迄个册顶头看的，啊，迄种传统的迄种主权的概念，但是迄种的概念已经退时行吼，即马全世界已经采取主权在民的概念吼，啊，即个主权在民的概念实际上甲我研究的，啊，我是一个所谓的自然法的法学家哈，一般的法学家，德国因采取的是实证法，就是讲一定要经过人为的组织、人为的立法机关所设立的法律，造作法律，包括宪法，宪法嘛是人为设的。但是呢，美国的法学家、基督教以基础的法学家认为讲，法律是神所设的。所以，阮遵守的法律是顶一般人写的法律之上啊，所以阮信的是自然的法律。这个自然的法律实际上就是神、上帝所创造的法律啊。所以，阮这种人来讲呢，那是有一种法律对神的立场来看是违反神的意志的法律。这种法律，阮做律师、做法官的人，甚至老百姓拢会使甲不遵守、甲迫害，吼！啊，这是阮这种自然法学家的精神，吼！德国甲日本的法学家大部分拢是实证法，拢是认为讲法律规定的都要遵守，啊，若法律唔对，你嘛要遵守。啊，美国甲英国这边，尤其是美国自然法的法学家较侪，阮认为讲，若是迄个法律立法机关，还是虾米人，还是迄个政治迄个组织，通过法律，若是违反上帝的法律，违反公平正义的观念，迄个法律都必须要甲推翻，吼。啊，我今日要讲的即个主权在民即个观念，实际上就是对自然法来，吼。啊，所以我即马开始今日演讲，啊，我演讲最主要是用我的国语，吼。就是我的台湾话哈，台湾话是我的国语哈，啊，所以我尽量用咱的国语讲，啊，但是若有一寡较困难的，也是讲较需要大家有较多共同认识、了解的迄个名词啊，是动词呢，我会借用英文，啊，是借用北京话甲带入来哈。啊，我即摆讲一个故事啦哈，古早几啊年前。我伫遐大话新闻吼，我有送一块影片去互大话新闻，五雷皮先生看了真欢喜。第二天伊甲我敲电话吼，来美国甲我讲，哦，江律师你昨暗哦，迄个大话新闻内底你提供迄个 PowerPoint 迄有够赞的，你赶紧甲我找一个迄个北京人吼，啊，照你的物件阁讲一摆，偌侪钱我出啦吼。啊，我听一个有够突然的啊，我甲吴先生讲，因为我这人无大无细啦，其实我对迄个培训非常的注重啦，比如讲江文基，
这是我的大兄，绝对无错的吼。啊，老破书、老中医，这应该算万金啊啦哈。所以我对培训是真重视啊，但是若有人对于培训家己无重视，我是对伊轻视啦吼。所以我咧陪甲讲，你爱去找一个北京人，啊，照江律师讲的，佮讲一摆偌侪钱要出，你知我来甲讲无？我讲吼，我是啊。你若要找北京人吼，啊，照我来阁讲一摆吼，唔着去北京找，我哪有法度？我伫啊北京是黑名单呢，哦，伊气甲要死。你知伊讲北京人什么意思吧？伊叫我去找一个白种人呐、啊，伊的意思是讲台湾人干了要听白种人、美国人啦、英国人讲的话啦，安尼听到在耳腔个拍拍啦，啊，你江律师乌头毛个啦，吼、哦。啊！你比比大人，你讲大人听，无人要听啦。所以偌侪钱要出来去找一个北京人啦。啊，照江律师个讲，我讲一摆，偌侪钱要出来。我讲，啊，毋着去北京找。嘿嘿嘿，这就是我台湾讲热销个所在啦，吼。OK， 啊，咱台湾若要建国，我咧讲需要毋是新书，咱需要热销个人。OK， 上主要即清我啊，甲清占卜师即种个。OK。这种的才有法度啦 ，OK， 小台无咧讲客气啦，吼，小台是大细声，好，咱即马开始今日要讲的节目哈，主管在民哈，稍等，我甲物件叫来哈 ，OK，OK， 安尼大家看得到哈。OK， 主权在民，咱即摆看这个 PowerPoint 哈。我即摆问大家一句话哈：难道中华民国宪法内底讲的拢是干话吗 ？OK， 中华民国宪法第二条讲，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对吧？哈，啊，但是呢，迄个国民党所写的鸟笼公投呢，无要予咱台湾人去投迄、那个。咱的主权的决定，无要让咱人民主权。到甲民进党执政的时阵，伊看到公投法，敢那洪水猛兽了 ，OK？ 所以伊嘛不准台湾人去讨论咱的迄个主权，哈、哦，咱的领土，这些问题拢不准咱台湾人用公投法来决定。但是公投法是宪法内底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甲复决的权利的，是四项权利呢。啊，公投法是根据创制甲复决这两个权利而设的，但是伊既然公投法，干呐要有你设讲，迄造假会使公投袂啦？哦，啊，迄个什么港要建迄淡水，也是要建迄个火车啦？啊，迄我去问吴敦义讲，迄个白海豚要转弯，迄哪落公投？问吴敦义就好嘛。啊，所以拢予咱创啊只五四三一米来的代志，啊，台湾上主要爱公投的代志。民进党甲咱嘛甲咱不断 ，OK， 所以这个问题就予咱问讲，咱台湾吼，即卖用的即书，迄、那个西藏吼，即书收大书啦，咱穿袂起啦。中华民国宪法即书西藏也收大书，哦，啊，所以呢，伊内底敢是拢干话，我甲你讲唔是啦。孙中山哦，或者孙大炮啦，吼、哦，应该跟我差不多，嘛是个小囡啦，啊，讲话嘛是，迄落。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啦哈！一当初时的做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的时阵，伊嘛只是参考迄落三权分立 ，OK？ 但是又搁甲中国的迄落考试监察甲淡淡入去，结果呢，造成一个四不像的宪法哈。但是呢，中华民国宪法是抄欧美的宪法，抄美国、抄英国的宪法，本身内底没有干话，啊，法如来变成干话呢？是因为在解释法律的人 ，OK， 在用法律的人，为着伊家己的利益去解释迄个法律，所以法律才变成干话了。啊，你知影干话这句话是对倒下来吗？你会记得未？来，我这个人，我定来讲，我有一个毛病哈，我过目不忘啊。但是我觉得这是神对我的一个诅咒了哈，这是神对我一个责罚。一个人有时啊爱袂记一寡代志啊。你若有什么代志拢会记吼，对你是一个真困扰的代志吼。啊，这个我即马甲你讲，我会记的吼，这个干话是对倒下来知无？
当初是阿扁啊，吼，伊个阿扁啊，伊个伫遐教个时阵，啊，蔡启宏啊，吼，启宏兄伊讲哦，伊讲哦，陈总统有罪无罪哦，先莫讲，伊讲换法官就是无罪啦，吼，你若无罪有，你若有无有罪，你就免换嘛，道理就是遐简单嘛，吼，啊，伊讲哦，本人在此声明啦，立法院本会期呢，蔡依依迄个演讲啦，吼。伊讲，阮囝是苏委会的走位啦，吼。那唔甲赦免法的修正案，甲摆入去议程吼，议程吼，辅助关系照此结束啦，吼。啊，你知影这个也是个那因囝哪讲，你知无？伊讲吼，阮老爸哦，上习惯的、上在行的，都是讲干话，伊是讲干话之王哈。啊、所以你即马知影即个干话的由来啊，那是对蔡启宏啊、演讲蔡依依来迄、那个律师来的啦吼、啊。所以我即马要问大家一句话啦吼、啊，你看到咱即种的第二代吼、啊、，OK， 因老爸讲的是讲咱台湾人叫中国人糟蹋，啊，咱做两任的迄个总统的阿扁叫人安尼个糟蹋，换法官用不用无所不用其极，要害死。啊！我即摆敢若要求讲，阮囝在即期的即个立法委员内底来通过一个迄个特色法，啊，想办法和阿扁啊讲，会使拨甲伊古早收的迄个课甲提起啥？结果阮囝讲我讲干话啦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咱即代对即个社会失去一个尽责的责任。咱的后一代既然来讲，老爸是讲干话之王，老爸是咧讲真理咧，讲实在话呢。所以我甲大家分享我的一个心得啦吼。我若看到这种的后一代吼，我敢会使学叔本话吼。迄德国的铁学家伊安怎讲？伊讲吼，伊学诸葛亮啊，虽然伊毋捌诸葛亮啊吼，叔本话学诸葛亮啊，伊讲吼，恁娘较好咧 ，OK， 好咧家在，恁爸就要死啊 ，OK， 啊无吼。正经活袂落去啊！看到这第二代啊，这社会啊，社会黑暗啊，变到这个程度哈，真的看不下去，活不下去了。OK， 啊，叔伯啊，讲一句话时阵，伊都七八十岁啊，哈。OK， 宪法不是干话连连。OK， 宪法是孙大炮写给过世的中国的宪法，但是伊不是哦，宪宗下卡的台湾人。OK。所以咱即摆若要研究主权在民，咱会使讲，你中华民国宪法嘛是讲主权在民啊。但是呢，啊，为什么咱即摆主权在民无咧做呢？来，我互你看最近一条新闻吼。咱伫美国定啊看一种动物，你知影即个是啥物动物无？叫做爬山猎奇啊。恁兜后壁迄个竹篱笆顶头已经定来看诶。OK， 你捌拍过爬山无？我甲你讲，有够好耍诶。迄、那个 person 哦，伊暗时听恁兜的迄个篱笆顶头行，啊，你即摆来摕手电举一支棍啦，啊，甲恁来教出去吼，啊，你个教个背吼，迄 person 上时行都的代志都是装死啦 ，OK， 伊怎啊唔叮当装死，哎，装死唔都食好怕，你拢袂失手 ，OK， 棍啦三下手电个照咧头就个陷落来，啊，伊就落来啊。啊，落来呢，伊嘛是伊无死哦，伊是头壳了含一个戆气摔落来尔，但是伊会装死哦，所以 possum 讲哦 ，I may just be playing possum， OK， 我只是 playing dead 装死了 ，OK， please try to avoid hitting me， even if I look like I'm already dead， OK， 这个蔡英文讲的，装睡的叫不醒了哈，啊，装死的呢，闻死无疑的，你看了几只吧。所以你定来伫美国赛车，伫遐街啊路去看吼，你定来看到一规路迄落血肉模糊啊，迄落啥你知无？迄就是 person 啦，吼，啊无就是迄种 scan 啦，吼，迄个马骝白白乌乌啊，放臭屁迄种个啦。迄若看到电灯，看到车来拢装死啦，啊车塞对你头壳来要甲你爱记啊，你装死，你唯一的结果就是躺在这里啦。当一头死的 person 啦，哈！那我即马为什么要讲这個？你甲看五月十六，刚你说，欸、我甲你讲，你咧秀的这个迄、那个 error， 迄、欸那个，敢那你无刷？你敢有刷？你敢有刷迄个片？我无刷，因为我即马、哦、我唔知恁看会到我一寡，譬如讲恁家己的相片会不会遮住这个 PowerPoint？ 会不会？
袂，我即马刚看到你的第一页尔，你拢安无尼，刷去其他哦，页。我已经点第二页，你没有看到第二页呀？主权在民，你刚刚看到主权在民啊？只有第二页你看，怎么第二页你看？无看第，怎么第二页？啊？无看到第二页，怎么第三页你看？无嘞。啊，无你怎么看了啥？第一页主权在民，难道？中华民国宪法是通篇干话吗？哎，啊，你没有看到我第二页啊？其他人刚好看到第二页。没有呢，没有啊，哦、没有。OK， 那我看看。哎，你处理看嘛，啊，搁一项吼、哦，咱上尾啊入来 Jennifer 哈、哦，伊的声无关掉哈、哦，所以有当时啊，伊的荧幕会照出来，所以拜托 Jennifer 的声我爱关掉。哦。哦 ，OK，OK，、okay, okay, 有看到第二页咯。第二页看到哈 ，OK， 好。我大家讲的就是讲，即马第三页啦吼，但拄啊第二页是迄、那个哦，稍等下，第二页是迄个蔡依依讲的吼，讲因老爸讲干话啦吼，啊第三页即马咧讲第三页吼，就是即、這个咱五月十六二零二二年吼，咱的国安局局长陈明通听李焕英答询的时阵，伊安怎讲的？伊讲哦。两花丁蔡政府任内拢未有代志，未发生北京攻台。OK， 啊，我听这句话听到有够黑道的，你为什么黑道？你知无？我要问陈明通一句话哈 ，Do you know something that I don't know? And what's the deal？ 你一个台湾的迄个国安局的局长，你透资格也公开就说，甲大家讲讲。两岸顶蔡政府任内拢未有代志，啊！你唔着去甲中国大陆摕到保证，啊！你若我着摕到迄个保证，你甲伊之间是啥物事哦？你唔着先甲阮讲咧 ，OK？正显然的因之间有敌 ，OK？ 所以古早我常来讲，和国民党执政吼，我较唔惊，因为国民党执政，咱会甲修理，咱会甲监督，好，咱食拍拼。但是一旦和蔡英文做总统，应该爱监督、爱甲修理的人，拢无声去啊，大家无闲去做官 ，OK？ 所以即卖无人咧监督，但是我即卖要求全国的人拢甲监督，即句什么意思？两岸顶蔡政府任内未有代志，啊！你是安怎甲人讲的？啊！恁签什么约，唔得提出来和我们批判呢 ？OK， 这是头一件代志。第二件代志，即卖你也才看到吴钊燮这张相片吧？有吧？有哈？有哈 ？OK， 来，即卖咧，吴钊燮更加趣味，一定五月二四哈，无几天啊，一礼拜以后接受美国迄个 NPR 哈，就是美国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哈。美国迄、那个、迄、那个等于是迄个公事啦，哈，一个访问啊，伊这个访问的时阵，伊安怎甲这个记者甲问啦？伊讲哦，台湾在这个模糊的状态底下，哈，已经了可以这样很繁荣了好几年了，哈，啊，但是我要问你呢，哈，你可以继续这种多模糊多久了？你可以维持 status quo 维持现状维持多久了？啊，啊，你该看吴钊燮安怎讲答的？吴钊燮讲吼，
迄、那个维持现状哈，伊讲哦，我们的目的是要避免战争，片面修台 ，OK？ 阮会 maintain 维持现状 ，status quo。伊讲台湾 is not seeking formal independence， 台湾不会追求正式的独立 ，OK？ 这唔是咱个道听途说的，这是第。即个 NPR 家己甲吴钊燮录音哦，甲直接文字档落来，所以这个不是道听途说，或者是给他剽窃，或者是给他这个的甲迄落甲偏颇的解释 ，OK？ 啊，所以你即马怎讲？咱即马问题听到，咱诶，即个政府呢，目前来讲，因两个大官员，一个国安局局长，一个外交部的部长，拢出来讲安怎？讲咱即马要维持现状 （status quo）。啊，维持现状都什么意思？你知吧？维持现状都是我答案跟你讲的，就是咱即马要做一只 possum。我唔知单位 possum 翻作，不英文 possum 翻作单位什么安怎讲啦？哈。这台湾嘛唔捌看过啦吼，这一种美国一种大只鸟猪啊，那要做 passion， 就是古早讲的四不一没有啦吼。啊 passion 就是我看到车子哈，我不跑不躲啊，啊也不抵抗 ，OK， 我就装作没看到，然后我最后就没命了 ，OK， 四不然后一没命了 ，OK， 咱台湾要继续做 passion，OK、okay?。啊！我即马要甲大家讲的一项代志，就讲这种的想法，那不是经过蔡英文的授权啦。这两个人吼，无迄个胆敢讲这种话，而且是公开。所以，假显然的蔡英文一向的表现，予咱看的，伊甲马英九同款，伊就是要维持现状嘛，继续迄个贪恋伊的职务嘛。但是，这种的行为其实是一种使人吼非常。不替的行为啦，就跟他古早连战的选举的时阵，伊安那讲，伊讲哦，卖甲阿门通毒的通毒的代志啦，这代志啊，留下予历史去解决。我是讲，恁无采恁阿公读历史的呢，那联合呢，虽然是台干呢，啊，但是联合是做台湾史的呢，啊，因孙啊，你讲什么留给历史去决定啦？哎，历史是古早代志呢，啊，你这么讲是以后呢？那个留给以后的子孙去决定，而不是历史呢，是老和以后的子孙来去受苦受难呢。美国开国的那个精神支柱啊，啊，伊 Thomas Paine 哈，伊写一本册，叫做 Common Sense， 还卖有够侪册。美国独立革命就是靠一本册，大家看，大家迄个精神也起来。Thomas Paine 安怎讲？伊讲呢？唔通甲唔讲道理嘅人讲道理啦，因为迄个敢若亲像哦，互死人食药啊啦，徒劳无功啦，无甲抓啦。这个人甲你维持现状，你甲伊讲一大堆理由，你以为听袂入去啦？因为他已经没有 reason， 他是 unreasonable 啦。啊，为什么伊是 unreasonable 咧？你看人美国开国嘅迄个先贤，你跟他讲，伊讲哦 ，I prefer peace， 我宁愿。和平，我也喜欢和平。But if， 但是呢，如果 trouble must come， 如果困难、困境、麻烦一定要来的时候，让他在我活的时候 ，let it come in my time， 让他在我有生之年来。为什么呢 ？So that， 所以我的孩子、我的子孙 can live in peace。我的子孙可以在和平里面过他们安享他们的生活，所以受苦受难的代志，和阮家人来做，啊，所以阮的子孙啊，才会使在和平内底过因的生活。这是人美国开国的迄个先贤的胸襟呐。啊，咱台湾人无甲一个高人，大家拢假伊外高咧，讲我做维持现状。哦，我别人囡仔死未了，所以我唔爱让囡仔去死。啊，我即摆都大家拢卖小台，我来甲对方讲合约。啊，我咧讲啊，即摆疫情期间，别人个死囡仔死未了，死了了，对吧？所以因这个观念是咧骗人诶，伊是要利用这个 maintain status quo 来继续伊个政治管理啦。OK， 我即摆要问吼。问大家讲，迄、那个查某凭什么来僭越、来侵犯咱人民的权利啦？
这是中华民国宪法哈，第35条到第44条，这个宪法内底规定总统所有的职务。我借问大家哈，你甲看下清楚，内底有多一条规定讲，中华民国的总统会使建立人民的主权在民的权利，啊来决定讲主权要伫啊什么时阵行使，要伫啊什么情况底下行使，啊要甲侵犯咱主权的迄个强国，要安怎去表示咱的立场？这敢是咱宪法教总统的？敢是中华民国宪法给总统的？虽然中华民国宪法不是咱的宪法，迄书西宗秀大师，但是目前对法律的铁头来讲，规个国家的人，大家拢遵守同一部法律，迄个就是这个大家的游戏规则，伊就是一个法律啦。即摆巩固这个游戏规则，是多一条，和迄个查某有权利来侵犯咱老百姓的权利，无啊？啊，伊这个权利都要来。OK， 即摆阁要问大家一个代志，这个是谢定宽先生哈，顶下这个5月的时阵哈，5月12日写一张批呢，一支电子邮件，和台湾的外交部讲，写借问咧哈，恁这的人哦，当时要甲咱迄个台湾这个驻外的迄个大使馆哦，甲改名做台湾大使馆啦哈。啊，结果这是外交部甲回答，伊甲讲哦，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伊讲毋庸置疑，哈，我真有疑问咧。伊讲即卖总啊，共有14个友邦有大使馆，全球70几个国家有110个驻外使馆啦哈。啊，伊讲咧。现在呢，伊讲今日哈，今日的中华民国台湾，是嘞，这是倒下来的国家，我唔捌听过，啊，连阿公嘛无登记，世界嘛无登记，啊，顶台湾嘛无人承认，哈，唯一会出现的是顶中华民国护照，顶头写一个中华民国，下卡阿扁发明打个挂号台湾啦，哈，这个中华民，伊讲今日的中华民国台湾，哈，这个物件呢，这块土地。既往的历史事实的诠释跟言论发表的自由呢 ？OK， 是咱国一向尊重的代志哈。伊讲呢，决定国家未来发展的权利哈，是安怎？是台湾主权只属于所有的迄个台湾全体人民啊，这唔是主权在民。啊，既然若是讲主权在民，为什么蔡英文？为什么陈明通？啊，为什么吴钊燮会使代表蔡英文出来讲，咱要维持现状，咱唔敢讲咱的主权？啊，然后底下只讲啥？讲合作，讲合作，咱的国名合作中华民国台湾。啊，中华民国台湾是啥物？我讲啊，我正问就各位哈。中华民国台湾啊，就是4、5支卡的够啦 ，OK？下面合作5支卡的教，林肯有一个问句啦，非常的出名。伊讲哦 ，If you call a tail a dog, a leg 啦哈 ，How many legs has a dog? Five? No, calling a tail a leg don't make it a leg。伊讲，你若甲一只狗的尾流叫做脚，啊，这只狗即卖变做几支脚？啊，大家戆的啦，讲5支啊。4支加1支，大家嘛会晓5支啊。林肯讲，你去我骗伊啊啦，嘛是共我4支啊。迄支马骝吼软烧烧啦，哦，啊伊，你甲叫做脚，伊嘛袂变做脚啦。啊马骝是毋是用来行路，是用来砍脚床的啦，哦。啊所以呢，你甲一只狗的马骝叫做脚，一只狗嘛是共我4支脚啦。啊你若甲台湾叫做中华民国，台湾嘛袂变做中华民国啦。啊！你那个中华民国叫做台湾，中华民国嘛是袂叫做台湾，因为中华民国死去啊啦。所以呢，你那个台湾叫做中华民国台湾呢，就表示你是一个啥？5支卡的狗啦。OK， 啊，我咧讲吼，我今日为什么甲你去带你知无？因为吼，我习惯了，我若无甲你去带，我袂晓骂人啊。OK， 因为我通常咧做定吼，拢爱跟你去带。哦，啊，迄个法官啦、老师拢讲 ，gentlemen wear ties， 啊，你 wear ties 就是要去干错干交，啊，所以我若要骂人，我一定要跟人骨带 ，OK？ 我即摆要骂遮个什么人，你知无？即摆社会开始甲猫来搞情杀啦，吼、哦！
啊，这就是中国人家己讲，好多是啊，衣冠禽兽啦，衣冠禽兽啦。这个人一只狗会变做五只脚，啊，狗会伊会去穿衫，是穿了三个五只脚的狗啦。所以我叫这个人认为台湾或者中华民国台湾人或者衣冠禽兽啦 ，OK？我很看不起这些人，对不起 ，OK？ 啊，但是我给你干你几代，我也算骂人 ，OK？ 中华民国已经无存在啊！蒋介石啊，顶1950年3月13日，顶草山的山庄，山庄都已经讲啊，伊讲大陆国姓已经全部沦陷，今日咱已经行到亡国的境地啊 ，OK？ 啊，所以咱今日拢变成亡国之民，你讲唔自觉？你不是非常的悲哀，连蒋介石都承认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已经没去了，结果咱台湾现在还抱着中华民国不放了 ，OK？ 这就是现在我讲的，这就是连前你讲的讲借壳上市了。啊，当年你来读经济，人讲啊，讲的书你无读经济，借壳上市不是那个意思啦，是讲迄有的公司都无资本啊，但是伊经济无登记啊，咱现在要上市哦。就这已经存在的公司啊，时间较久的，用伊个公司的卡啊，咱来上市来发行股票，我知。但是我今麦要讲的唔是迄个意思，我今麦要讲的是，咱有这种叫做寄生蟹啦，哈，这底下英文叫做 hermit crab 啦，哈，寄生的蟹啦，哈，啊，伊拢爱伊根据伊身体大小，伊若愈大只，伊就对本来迄个蟹壳来咧缩出来，啊，去找一个较大个壳，再个缩入去。蒋介石啊，在中国大陆去哦，共产党甲拍败，伊对这个壳壳甲脱出来，伊即摆变作一只无壳的寄生蟹啦。啊，伊走来台湾，伊叫做向后转，跑不走，转进来台湾啦哦。啊，台湾呢，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呢，根据《旧金山合约》呢，日本放弃台湾，但是放弃有向美国人无向。旧金山大约迄个海约无写，所以台湾变作一个寄生蟹，内底迄个迄只寄生蟹走去啊，迄个主权诶所有人走去啊，所以即摆变一个空壳。啊，即个拄啊倒一空咧，两个倒一打，一只无壳诶寄生蟹突然走来台湾，看到一个无灵魂诶壳，怎个弄入去？啊，即卖两个狼狈，这叫做狼狈为奸啦！啊，中国人借壳上市啦，借咱台湾的壳上国际市场啦，进入联合国啦，到1979年才叫他出来啦。啊，咱台湾人呢，借尸还魂啦，迄、那个本来有咧日本精神，啊，日本人都无去啊，日本精神无去啊，即卖煞利用中国来大陆来的这个死人啦，借尸怎啊还魂啦？啊、我讲话有时啊，你感觉受点受歹听，是嘞。有时啊，要讲给你哦，进入你的脑袋，我必须要用比较强烈的语言，让你能够记得。OK， 中国人来台湾借咱的卡上国际市场，咱台湾人已经死去啊，日本人走去无灵魂啊，存一个卡，有国土，有国家，有空气，有领土，但是呢？迄、那个精神无去啊！但是中国人迄个尸体来，咱较紧有这个尸体，咱借尸还魂啦。啊，结果咱即马在做僵尸啦，跳来跳来跳来啦，非常的悲哀哈！你没有感觉吗？好，即马要来讲咱即马世界这个主权在民是安怎来的哈？古早呢，迄阿公甲阿嬷，迄唔是啦。古早呢，迄、那个。有人类开始拢是封建的社会啦，咬人出来，伊怎啊有法度带兵，有法度做设一个这个政权，啊，怎啊下骹徛带饲一大堆咬人，啊，这个咬人呢，都甲欧燕啊，啊，欧燕的意思我唔知，哎、欸，欧燕是台湾话啊，日本话我也搞不清楚了啦吼，因为咱台湾有真侪日本话来的啊，啊，外来语啦吼，这个咬人甲欧燕，啊，这个。封建的这个君主呢，利用这个老人，伊怎维护他的权力啦？吼、哦，啊，所以在封建的时代呢，政治国家啦，迄、那个封建的君主呢，迄、那个皇帝呢，吼、哦，啊是周朝迄、那个周天子呢，伊都是主权的拥有者啦，吼、哦。在美国，那么就在欧洲，在台湾，啊，在中国，
全世界迄个时阵拢共款。爱到个一十六世纪，因五几年的时阵呢，全世界开始有一种所谓的 nation state，OK，、okay? 民族主义啦，哈，啊，有人称为国主主义 ，is OK， 英文的做 nation state， 这个国家的概念开始形成的时阵呢，哈、哦，迄个时阵欧洲呢，本来神圣罗马帝国，啊，神圣罗马帝国取代。啊，东罗马帝国没落，啊，但是一个一个小小的国家，包括本来的蛮族拢被改，啊，所以形成了一个一个的 nation state。这个国家呢，伊认为讲，这个主权已经无在罗马皇帝手头，对吧？所以即马每一个国家拢伊的主权，这都是即马这个法实政法的 nation state 这种主权的迄个由来啦，吼，所以呢，主权是对古早皇帝都是主权，政治国家我上大，来到尾啊，国家的主权属于国家啊，所以你也知影讲吼，咱台湾顶下即个美国吼，甲台湾断交的时阵，咱台湾的大使馆叫做双向言的，我唔捌去过啦，我知顶下华盛顿 DC 嘛，吼。咱遮一定有人去过啦，吼！迄个蔡先生已经去过，迄个双向言吼，咱从台湾要甲即个美国断交的时阵，你知影双向言的所有权，咱有先转落下人，你会记袂？转予高华德啦 ，Goldwater 啦，阿瑞中那参议员，因为伊非常非常的亲台湾嘛，吼，亲中华民国。所以，咱把双向言的所有权管地写好 Goldwater 哦。啊，等这个因建交正式建交了后 ，Goldwater 再个转转来吼，这个台湾的政府 ，OK， 中华民国迄个流亡政府了哈、哦。所以，这个双向言的所有权未叫中国大陆提起。啊，这个法律的理由是啥？你知无？除了这个。主权的绝对性以外呢，主权够一个延续性了，或者国家继承原则了。所以你双向言本来是中华民国的，啊，即卖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这个中华民国，所以巩固主权延续国家继承原则，双向言的所有权总要爱转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咱在事先。已经迄落美国内底参众议员内底有亲迄落中台湾的人，都甲咱通知讲，今日卡特要开始武康啊哦，所以咱赶紧转落高华德，你要再转的。这是咱哩主要有做事先的这个预防哦。但是你知影咱即摆拢无做呢？咱即摆底下东南美那断交的时阵哦，咱哩别个大使馆拢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去 ，OK？ 这要做啥物？诶，陈时中讲诶，我一股安尼讲做啥物？事先不是事先预防，超前部署啦啊、哦！咱即马都无咧超前部署啊啦啊、哦！过来，即、這个咱大家讲政治国家一直到国一个国主主义哈、哦、，nation state 啊、哦、啊，主权属于国家诶，但是呢，到个十六世纪哈末期诶时阵呢。1651年呢，那个 Thomas Hobbes， OK， 英国的政治政治哲学家，伊就写一本册，啊，伊在内底提到自然法的观念，伊提出了自然的状态甲国家起源说，伊认为讲国家是人为了要遵守自然法而订立的契约。所形成的，当然这是一个假设啦，因为你无看到人甲人死出来。你也未去跟人签约啊！你也唔捌字啊，对？迄恁老爸老母嘛无跟人签约啊！伊古早生出来，伊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啦。但是这是一种的核算啦，吼，一种的假设啦，吼。认为讲国家是人根据自然法，大家所订立的契约所形成的，所以伊是一个法人啦、法人啦，吼。啊，一个君主呢，伊若无根据。那伊甲人民之间所签的契约，来保证人民的权利安全的时阵，咱对伊的忠诚都无必要继续，咱都会使个推翻。OK， 啊，这个概念嘛，尾下去有孟德斯鸠、甲约翰洛克、甲卢梭，应该接受。啊，这个
顶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变作欧美的迄种民权的思想的滥觞啦吼。啊，所以呢，美国独立的双元都是利用这个 Thomas Hobbes、孟德斯鸠、约翰洛克跟卢梭因所讲的这种的社会契约说、社会契约论，吼、哦，来做来形成的一种新的一种主权的概念。伊内底你甲看吼，伊讲吼，主权是一种 collective being of wonder， 是一种很奇妙的共同体，吼、哦。啊，伊是一种共同的意识、共同意识，人民之间的共同意识。伊讲哦，无人伫法律之上啦。你若认为讲哦，你一个人、一个大部人、查某人，你会使下一个命令来推翻大家人民共同的意识，你就会使叫推翻。就敢蔡英文呢，一个查某讲，咱要维持现状，你也唔办门过江律师啊，你嘛唔办门过老中医博士啊，你嘛唔办门过。伊就曾妙恒博士啊，啊，你是凭什么资格来推翻咱共同的意识？所以呢，这就是主权化的观念、社会契约论的观念，这非常的重要哈。啊，美国的迄个宪法就是根据主权化来的哈。啊，我即马我按算要写一本主权化的发展了哈。啊，可能要开十年来写，我即马在写序论嘛，还未写了。吼、哦，主权化，我你解释什么叫主权化？咱人伫个宇宙内底要运作哦，咱要遵守一挂主权不利的法律啊、哦。譬如讲啥？譬如讲摩擦力、地心引力、向心力、离心力，你要遵守这不利的法律，你才有法度行路，才有法度坐飞机。OK， 这是叫做主权的法律。但是呢，咱人甲人之间维持哈、哦。咱之间的权利、甲义务，这个都要根据神所创设的，即人甲人之间的法则。啊，这个法则呢，实际上呢，并不是写在任何册顶管。这个法则是写在多，你知无？来，这个法则是写在每一个人的心肝顶管。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六节，伊拉讲，上帝讲。I will put my laws into their hearts, and in their hearts, I will write them. 所以呢，这种话如何做 ？Written on your heart. OK， 啊，你唔通甲我讲啊，大家迄个心肝无同款啊，心肝顶头写的法律无同，我咧讲无可能。心肝顶头的法律绝对相同。我甲你比一个例吼，有诶民族会使娶过来无？有的民族当然使娶一个某 ，OK， 哦，啊，但是无管多一个民族，拢袂使去娶别人的某，安尼你知无？所以呢，你会使娶几个某，迄上帝无规定啦，因为有的人都爱有小三嘛，吼，啊，小四有诶无诶对吧？啊，有的人爱做阿拉伯人，有的人爱去住犹太对吧？啊，但是呢，无管你要娶几个某，你拢袂使去娶别人的某，为什么？你去娶别人的某做通奸嘛？哦，啊，通奸的引起什么结果呢？啊，就搞不清楚那孩子是谁的嘛，哈、哦。啊，另外还会引起战争，引起谋杀，因为大家会吃醋嘛。啊，一有通奸的事情，一定会产生人寰悲剧的啊、哦。啊，所以这种不。可以娶别人的老婆，这种的法律都是主权法，伊写在每一个人的心肝顶管，所以卖甲我讲无主权法这个代志。佮比另外一个例吼，你会使买股票，你会使拥有豪宅，你会使创啥拢会使，但是呢，你袂使去摕别人引导的电火线。OK， 你袂使无代志跋输脚，也是食无非无够钱，桥都歹去人兜。台湾常常在看电视哦，去共咱起出去起一半，共迄个铜线抽抽出来，吼，规乌托邦载去卖，迄是袂使的行为对吧？因为咱在遵
用别人的财产权嘛，对吧？但拄仔咱讲的讲，袂使去娶别人的某，迄古早查某人毋是人的，是财产嘛，你嘛是要尊重人的财产权，对吧？啊，即卖你袂使讲查某人是财产，查某人嘛是人，所以你要尊重人的家庭的权利吧，哦。OK， 所以呢，这个主人法都是神在每一个人的心肝顶头，甲你刻在顶悬的，啊，你无法度否认的法律，哦。啊，所以呢，美国开国的时阵呢，伊就利用这个主人法的观念呢，来设定伊的宪法。啊，这是我的这个好朋友哈，吴新元先生，啊，已经过身几多年啊，哈。伊写一个迄个现代国家论，伊这嘛是根据迄个我打讲的儒沙的这个观念哈。古早政治国家的时阵，伊个个人意识是拢受迄个皇帝控制。尾啊，来国迄个 nation state 时阵，党国控制的时阵，你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伊控制所有个人的意识。你甲看即嘛中国大陆正明显一下，上海封城对吧？你老百姓有权利讲话无？绝对没有。一定要每一个小区给你设小区委员会，一定会使控制老百姓。OK， 所以呢，党意就代表民意。但是正经的民主社会，美国的主权法的宪法的思想，就是讲所有的这个社会国家，就是每一个人伊的个人意识呢，伊个提一个部分出来，然后形成一个共同的意识。OK。啊，这个共同的意识就是个人意识放弃和共同意识的。伊若无放弃和共同意识，个人继续保持伊的迄个个人的意识甲个人的权利。所以你讲，迄个人民有集会游行的法律的权利，这个法律唔是你给我的呢，是我给你的呢。我本来就有集会游行结社的权利，所以你袂使甲用其他的新法律甲限制。但是民进党咧，古早咧当官时阵，吼、哦、要去抢，要去拍，要去行，诶，拢会使，啊去攻击国民党诶迄落集会游行法。即卖民进党执政了，伊甲家己煞唔无要去改集会游行法，实际上都是伊无主权化的观念。即、這个集会游行法唔是你政府赐予给我的呢，是我诶权利。我暂时交代互你讲，你会使去规范。我若无互你诶，拢是我继续保留呢。我保留我集会游行的权利，啊！你上最会使规范讲，哦，无是无你这个这条路，爱先来登记，啊，无妨碍交通，啊，无其他人要做代志无方便，啊，北一路要去上课，行袂过，这个物件我交代你会使用行政的规范去规定，但是你袂使规个甲八大顶上 ，OK？ 这都是自主联法 ，OK？ 好，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哦。我去演讲啊，听这个学校演讲了，迄、那个院长怎啊甲断交？因为我听因的学校迄个周会哈、啊，对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四年演讲，我甲美国的独立宣言讲做台湾的独立宣言的，啊，伊认为讲，我甲伊讲好啊，要去大学演讲，干呐要讲法律那。武武的武对台湾独立去吼，啊，实际上法律甲独立无法度分离嘛。你看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伊哪讲的？伊讲哦，当一个民族吼，必须要解除甲另外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吼，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主权法则甲上帝的意志 ，OK， 接受独立、和平和平等的地位的时候。伊必须要甲伊这个独立的迄个原因来宣布，要 declaration，OK？、Okay? 啊，这个内底就是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总无价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啊，包括性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为着要保障这些权利，人类这因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那诶正当权利是根据。比通底价同意了三星的，但是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的目标，我给你的权利，你把它滥用的时候，人民并有权利怎样改变并废除这个政府，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OK？ 啊，你唔能讲这是毛泽东发明，我来讲，这个毛泽东在那个文化大革命时阵，伊讲一句话，伊来讲，伊讲哦。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了哈。
其实毛泽东伊念北大咧做图书管理员，伊嘛读袂少册啦吼。啊，好咧，家在我无信毛，伊读着美国遮物件，伊嘛知影讲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啦吼。这个巩固主联法 ，OK。第二，这个时间呢，咱来看哈，这个叫做我讲一个台湾话，啊，较粗鲁，你听有吼啊？囡仔手较前过下上力，你也翻译袂？老博士的台湾上，台湾上好啊！囡仔手较前过下上力，啊，咱无代无志，都一直舞，一直舞，啊，怎啊舞甲无影？来，好、哦，阮读法律的人吼，上吊的一项代志，都是一定爱有意思表示的。就是一定要 declare 啦。我要去甲你买衫，我咪讲阿伯啊，这衫一领偌济啊？啊，你讲五十啊，35好无？啊，这就表示你想要买的意思嘛，你一定要个意思表示 ，OK？ 但是呢，一个国家既然唔敢宣布伊阿要独立的意思，伊就是没有一个合法的法律行为啦。所以，任何合法的法律行为，一定要有一个 declaration 意思表示。一个国民族，伊若要实行独立，啊，伊唔敢讲伊要独立的时阵，伊就欠缺这个法律行为的要件啦。所以呢，我为什么对台湾人讲中华民国台湾这几年呢，遐不满？因为呢，伊就是违反法律嘛。一个法律基本的概念就是意思表示，假设啦。你暗时咧困啊？你 OK 差不多哈，我过完三分钟哈。假设你咧困的时阵，你无注意翻身，你手去夹着你某，你某会使去告你家暴，当然袂使嘛。因为你困的时阵，你没有意思表示嘛，你没有 declare anything 嘛。啊，你若讲你娘个好，你甲乌白开始冲上嘴边甲嗨落，啊，迄个时阵就变做啥？你有意思表示，你会甲拍嘛？所以呢，你要独立，你一定要有宣布独立的意思表示啦。所以这个您知影讲，为什么我一直主张吼，咱一定要宣告独立。上尾，咱台湾的主权哦，独立了有两个要件，一个是对外的主权，一个是在内的主权。对外呢，咱国在一向的主张爱推翻国民党，爱联合。伊就全世界平定大五之民族，抵抗中国共产党，这是咱对外的主权。给、okay? ，咱对内咱怎么爱做诶？一个民族有权追求一个真正民主主体的政府，咱怎么无啊？咱怎么一个小查某，伊就使做决定，咱要维持现状，伊就使做决定要做这个要做迄、那个，完全无在乎咱人民主权的权利，所以咱。对来的主权，咱来推翻拒绝独立的政府。OK， 今日讲到这，简单，咱继续讨论。多谢，多谢，真多谢江律师诶，真精彩的演讲吼。啊，当然有，伊可能啊，还阁是还未讲了。不过咱时间的关系吼，啊，所以还阁无你开，还阁后界会当过来。但是安尼都已经会当予大家人做真侪 comments 啊。OK， 好，咱即马来进行迄个 comments 的方、yeah. 的方案吼。comments 讲讲五分钟吼，啊，我看会当迄个 control 好势无？咱第一位，咱请是毋是请江文基啊？迄、那个会长来甲咱讲话。大家好哈，今日真欢喜听到江律师哈，江律师这么精彩的演讲哈。啊，我甲讲这个演讲哦，咱拢有甲留起来在 YouTube 上啊，大概是今天或是明天，大概明天后天哦，啊就会在网络上宣布哦。我健康的脚步渐渐逼近，咱就爱有信心，牺牲也甘愿，无怨恨。阮是最大的缘分，建国的脚步渐渐逼近，咱就爱有信心，牺牲也甘愿，无怨恨，阮是最大的缘分。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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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故乡美丽岛，到底有啥咪错？回来故乡面对乌老，牺牲嘛有加过。台湾的青年唔通行坐落，一抱过一抱，独立建国永不回头，冲破乌巴佬。建国的路途坎坷嘛爱行，鲜烈的牺牲不断。勇敢的台湾人，勇敢的台湾人，独立的最主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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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台湾青年，台湾军，到了关键的时阵，保护台湾，保护乡土，建立台湾国。台湾青年，台湾军，到了关键的时阵，保护台湾，保护乡土，建立台湾国。充满喜乐，咱是海洋的故乡。先红是热情单纯，托在台湾人的心肝。台湾人同心肝，同款有命，子孙拼命子孙，代代永远第三段。翠绿是宝岛美丽山河路，土生土长的我。风来美，鸟兰花，仰头看麦。阮多开看，阮多开看，头顶头顶的忧伤。中国是中国。